我呢，先把这次要考核的题目先给到你们。那么，先是我们第一个单元呢，叫闹堂，然后朱延冰、王鹤论、吴佳怡初恋。王鹤论扮演沈翠喜，曾宝琴，然后任学堂。 我在选演员的时候，我首先会考虑那个人像不像我剧中的角色，所以我出的题从人物性格、背景到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，都跟我剧中的角色非常非常的接近。第二个题目呢是个民国戏，叫《车站》，主要是考核辣妹子，然后辣妹子也可以任选一个，来吧，拉哥，因为他是周露拉拉哥，然后我是辣姐，我说哎。 好巧啊，拉拉拉拉就是，我觉得就很有缘分。我选拉哥吧，来吧拉哥，拉哥，留给你的拉哥，很难啊，很难啊，因为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很矫情，是一个特别矫情的节目。周露拉会演一个文人，你演个才女，你们两个是非常非常矫情的，说话都是不是人话来的，但你们要让我觉得舒服啊。 好，还有一个，你不要让学员们都笑，你千万不能让大家都笑，只要笑了你就失败了。好难啊，杨子，这好难。现在开始，是张楠跟王玉文，我们是一个爱情的故事，你们来选一个搭档，这个搭档呢就只能是一个人。你选谁？我选他，刘帅吗？我能不能回去换个增高垫了？ 我想选天宇，赵天宇啊，那你们俩剪刀石头布来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他赢。啊，我赢了。OK。我没跟赵天宇搭过戏，我就不用跟他俩。接着是范经纬跟刘帅，你们的很简单，需要静初老师帮一下忙。好。刘帅现在很困难，要向静初老师借钱。 哦，借钱。范经纬呢？静初老师欠了你钱非常久了，你要跟他要回来那个钱。Oh my god！ 现在还没有练习的只剩下朱志玲，对吧？你要用非常开心的状态来说一件特别悲伤的事儿。好，开心的事。好的，考核任务宣布完毕，各位可以拿出自己最强的实力，亮给我们看看。 五重超质感美颜，照亮你的美。本节目由 vivo S5 系列冠名播出，甄选全球设计尖货。本节目由设计尖货甄选官红星美凯龙特约赞助播出，认真选好车。本节目由只选30%二手好车的大搜车加选赞助播出，演技在线，颜值亮眼。本节目由专属颜值官樊蜜林赞助播出，天然卫生巾宠你自然入戏。本节目由恒安集团 Space 7赞助播出。 好，我开始说一下考题啊，你们各就各位啊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考核是久别重逢，男女主角因为家庭门第观念，他们分开了，误会很深，都以为是对方先松开了自己的手，所以他们表面上剑拔弩张，但实际上是深爱着对方。演员王玉文、张楠跟赵天宇演。 给他们出这个考题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要的景贤就是一个之前受过情伤，但对旧爱还十分眷恋的人物，所以我给张楠、王玉文的要求呢，是跟旧爱久别重逢，剑拔弩张又带着爱的情绪表达出来。而对于赵天宇的最高任务就是单纯老师。你跟两个人在沟通时候，话锋是完全不一样，就是一个人聊20分钟吧，先跟王玉文聊，因为王玉文是我老乡嘛，蓝梦游吴晗华水。 耶，赵天宇，耶，我真的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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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然后又特别侥幸，总觉得你不爱我，然后总想在你这找安全感。对，对吧？那你就把我想象成我你前女友，我就把你想象成我前男友。OK， 你看我脸是不是长得还凑合？是。江南那边他就喜欢即兴的那种真实感受的对碰的，那我心里就很慌，因为没有底子。后来吴镇宇老师过来指导我跟楠楠，就跟你分测一下，你要演出骂，但是有爱意就完成了。他你就看到。那个眼睛什么什么鼻子龅牙的嘛，就是这样，你一直都就骂他什么东西啊，什么再找我是干嘛呢，就这样啊。吴镇宇老师就是站起来你就骂他，骂到死。今天是什么倒霉的日子啊？走啊。嗯，他不出声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，就对骂了嘛，看他讲什么呀，你要接什么啊，身体叫你怎么样你顺着身体走啊。好。然后张静初老师过来指导王宇文跟我。你们俩再坐近点。男的坐近点。对。好。嗯。然后你们静静的看着对方的眼睛。深深的看进去。然后玉文，你要告诉天宇，你喜欢他五官里的哪些地方，什么感受？我喜欢你的眼睛，和你的脸型。我也喜欢他的家乡，因为也是我的家乡。好。电影轮到你了。我喜欢你的性格。虽然说像个男孩，我不想看了。但是很可爱，有点害羞。没关系，害羞就害羞，害羞完了接着看。When autumn leaves, 为什么对视的时候总是想哭呢？会，对视一定会想流泪的。为什么？你有认认真真看过你妈妈的眼睛吗？有静静的你能跟她凝视吗？不行，我跟我妈对视五秒钟以上，我眼泪马上就不行了。对，因为眼睛是真正最能传递情感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平常都很恐惧眼神的直接交流，我们总是在回避，总是在躲闪，可是我们演员要做的就是打通人跟人之间的心嘛，对吧？对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练习，能够迅速的让两个很陌生的个体迅速的建立一种连接。老师他们的话术是截然不同，就把这辈子想骂他说的骂出来嘛，轻轻的触摸他一下。干什么呀？拥抱一下，别分开哈。他是什么东西啊？摸一摸他的头。对骂了吗？拥抱一下。我整个人裂开来，真的裂开了，你知道吧？啊。我要求你是就是那个人有没有一件外套，这个就没有造型啊，耳环大圆圈的我都有没有？对，帮他叫那个戴大耳环的人就是那么洒脱的一个感觉。来，你试试这个，穿着。好。不穿这个衣服，不戴耳环，整个性格都不好看啊，就没有变身啊，就没有那个下午。定一下谁先谁后，还是剪刀石头布？剪刀石头布，谁先？你那先，我先。你先啊。好，演员王玉文、赵天宇，开始。可以。A 零三哈，啊。
王玉文。啊。哦。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路过，怎么？你不也在这儿吗？等车哈。哎，你好像是胖了啊。对，我胖，我胖，你比较瘦，嗯，对对对，你最瘦。你进去呗。没，这就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就进去呗。不是，老王他们今儿非说要来。你记得吧，老王？当年老开咱们玩笑那个，记得吗？你站我旁边干嘛呢？你进去啊！你不找朋友，老王，你进去啊！你在这站着干嘛呀？你就说我胖有意思吗？我胖怎么了？不至于。你要把我微信加回来先。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好笑啊？为什么我要加回来啊？你能不能就是该干嘛干嘛去？能不能不要站在这儿？我觉得王宇文还是抓住了这个，嗯，还可以的。走吧。生日快乐。